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紫苏。刚刚有一个顾客拿了五包华子，本来他要拿一条的，然后我这里不够了，他就拿了几包这个当地的烟测速。刚刚托运部又送了一些货过来。现在这个老板又叫我去称纸皮了，你绑好了吗？来吧来吧，那谁帮我看店啊？我儿子还没下课，太郁闷了，一个人看店真的很无奈。听到了吗？好、啊。最后一点点了。全部穿好了，你看这里了嘿，这些纸皮今天的价格比较低，7.5毛，现在连纸皮都跌价了，带回了一个通知，看看你们有没有暑假，我最关注这个了，如果你有暑假的话就可以给我分担一下了。意思，这个托管服务时间，这是补课的意思吗？共计18天，那其他时候就是暑假咯。那这18天是一定要去的吗？自愿参加，这也算是给我带回了一个好消息吧。就是我们如果要去补课的话，就18天嘛，哈。然后不补的话就是差不多2个月哦，一个多月的暑假。他们是昨天考完的，本来昨天我还在问他们班主任，我说他们高一的有没有暑期，然后老师说要过完这2天，没想到今天就出来通知了。306一个就6就在那里找个就是点钟。哇，怎么这么重啊，好啊。这个妈妈帮不起了，还是小伙子有力气一点。等一下，吃完饭来加货了。现在把这个菜摘一下。今天想想去我妈那边了，然后放歌的话，中午也不回来吃饭。哦，这个是乌苏是吧？对。好，可以。1014。我就看到这样子还可以，我就拿了，不然我都不拿。那下一点吧，下一点。大家觉得这个瓜怎么样？行了吧，可以了。最近这几天没有下雨，所以这个西瓜来货价也比较贵，刚才刘哥说他也没有进多少，所以暂时就先卖着吧。